珍稀史前动植物化石拍卖 NBSB， 总估价178万元。近日史前爱好者的福利来了，一批珍贵的史前动植物化石在遗产拍卖行 Heritage Auctions， 其中包括两枚色彩艳丽的菊石化石，曾是陆地哺乳动物之一的猛犸象的象牙颌骨骨、波罗的海的琥珀，一块食肉恐龙脚印化石，以及极其珍稀的史前狂鲨的牙齿和三叠纪时代针叶树化石，总估价为20万英镑，约合人民币178万元。来源人民网。